各位导师，亲爱的姐妹兄弟，大家晚上好。女子德惠大学堂江海课程正式开始。
主任慧雪老师带我们行跪拜礼。大家请坐，谢谢。嗯，请问两位老师回席，然后我们请老师。我们所有的礼仪啊，然后慧雪老师还会在我们再练习。今天不熟不要紧。我们下面有请妙法师为大家做开幕致辞，有请妙法师。阿弥陀佛。说心里话啊，要教学。应该是不管是过去的世俗教学，还是这个宗教这个佛法中的教学，虽然有20多年历史，但是今这种类型的我还是第一次。说心里话，我还真有点这个啊，我是又激动又高兴。为什么在讲呢？因为我今天来的不是简单的我个人的这个给大家的到来呀，表示欢迎。尤其对这个女子福慧大学的这个王校长和全体的这个教职人员表示这个最衷心的这个感谢，不是代表我自己，为什么要讲呢？我是代表了香海禅寺的这个大和尚啊，方丈，这个玄奘大师父表示这个欢迎和这个感谢。因为这个啊，德惠大学堂，因为关于这一块呢，说两句话，搞传统文化就想在20年之内呀、啊，我也曾经想有这么一个念头，或者说想跟您一起想搞这样的东西。说心里话，这20多年下来，不管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培训机构，有很多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展过来了。那个，我今天晚上呢，我是什么致辞？我是想讲这么个两点，就是有感而发的啊。第一。像我这个年龄，又对这个家庭和这个异性呢，这个女性这方面的一种感恩和对母亲啊、老师啊这方面的，说心里话，我应该是很有体会的。所以说呢，对这种这公益活动或者这方面的这个培训，我是说心里话，我是特别这个愿意参加的，所以我也愿意这个全程的参加这样的课程。像你们每个人面前摆的这个古琴，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包括这个鼓啊，这个抒情奇画呀，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喜欢的这一块还不仅仅是因为在艺术这一块，我也用这个孙中山这个回答这个日本人的这个话来，我来简单做开头。因为孙中山过去呢有日本朋友，孙中山是在那个熊要好的这个朋友吧，他问孙中山。他说：“你一生当中，你最喜欢的、最热爱是什么？”他说：“第一个是革命，他第二个是女人，他第三个呢，他读书。”那些人都笑了。他说：“我以为你是把读书排在女人前面，而不是把这个女人排在读书的这个叫把女人这个排在读书的后面，不是？好吧？他你怎么会把女人排在这个读书的前面？”那个孙中山正式的告诉他：“他说不，你理解错了。”他说：“我所你喜这个喜欢的这个女人，
不是外在的。我喜欢的女人，她是中国几千年女性思想的那种被压抑、那种不平等、那种不受尊重，啊，是这样的。她说我爱女人，我喜欢女人，是要把中国几千年那种女人在生生世世那种愚痴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这番话呢，我当初在我的脑袋里面好像也二十多年，我一直是印在我的这个脑海里。因为在我这个年龄当中，我当初我小时候当中，我的奶奶、我的母亲啊，这个我嫂子这个有小孩之后，我们这一家四代同堂，所以我甚至能感受到我的奶奶呀、母亲呐、我的姐姐，因为我只有五个姐姐，我们的子弟比较多，所以我都是从小生活在女人的世界里，所以说呢，女人那种教育呀、那种熏陶啊、那种环境上，那说良心话，我今年也快到五十岁了。我所感到近20年代的这个所谓的80后、90后说这样的疫情，跟我那个年代所接触的好像是完全好像是翻天覆地了，好像都是好像怎么讲了，好像都是颠倒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时代来变得这么快，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在探讨这一块。我更多的是喜欢于内求，因为在静定当中去，在佛法里面呢，在道家里面去感悟生命的奥秘这一块。在社会实践当中，或许我可能是少一点。我在钟南山呢，我在三元老里面待的可能时间长，但是这一块我仍然是很喜欢学习的这一块。这个，你大约在这个两三个月之前吧，这个慧学老师他都说他要到北京来参加一个女子德惠这方面的大学。我当时我说是不是王善仪搞的那个化信团啊，那个女子道德教育啊，包括这一块。也不同，我说那你赶紧去学。完了之后，他就说他是这个南老的这个学生，那阿弥陀佛，你赶紧去。所以我对这一块我特别特别赞叹，因为南老这个块呢，我也可以说下了一番功夫。我17岁的时候看了南老第一本书，叫《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我可以说我看了现在，就书本上能买到的书，我基本都看了。我看的书还不止一遍两遍，哇，很多东西，你比如说那个禅宗啊。道家呀、神秘学呀，包括这个禅海立策呀，如何修正佛法，很多东西我都看很多遍，我也向别人去推广。你说这南老这一块来说，心里话，在我心中也是我很尊重的一个老师，因为他一生60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培训、这个传播，你这个方面的这个专业人才方面培养，所以我很赞叹的。而你们这么短短的这个今天晚上就算过了，明天后天短短的2天。明天后天我还到无锡上海去，所以我也想全程的这个参加这一块。我的这个古琴啊，包括这个昨天晚上我们也拜访了一个国外人，教你们这个触疗愈这一块。我今天下午我也感受到了这个受益匪浅，那是真的。因为东西方的文化要交流，包括我们上海禅师，他也知道，我们搞这个禅修以来，距今也有3-5年了。我们可以说，在佛教里面开创由宗教向文教上的过渡，在全国寺院的宗教这一块可以说开了先河，也可以说是名满天下，也可以讲是功德无量。因为我们搞了这么多，不仅仅是弘扬佛法，我们也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这一块、道家这一块，包括这个今天第一次开的这个女子德惠这方面的这个培训与学习。说玄奘大师的格局，他的心胸，他的包容性，他的这个文教的文化教育这一块非常非常的注重。我心里话，你要讲的内容啊很多，我呢说心里话也没有提前跟我讲，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形式的。我是简要的看了一下你们那个4本书，前一个月寄来那个女子福慧那个德惠那个学校里面，用我所理解的这个女子德惠大学堂呢。这女子加起来就是一个好，是不是啊？包括这个德惠，我所理解的这个德嘛，就是品德嘛、道德嘛、福德嘛、功德嘛，是吧？那慧嘛、智慧嘛，你们老是讲智慧，那有了智慧的话，应该都有了，就具足了一切了。我所这个讲的女子呢，恐怕因为我当初所学到的这个传统文化，包括我们这个传承，就是关于讲到了这个女子的坤道的这方面德性。尤其讲到这个修炼这一块，我们老师反复的讲，那女人修炼跟男人是不大一样的。而现在很多搞禅修，包括搞传统文化、搞道家、佛家、密宗修炼的话呢，
没有过多的去涉及到这方面啊。蓝老呢，偶尔在他书里面可能还提到这些。当然了，关于女子培养这一关，蓝老也有专门的这个方面的内容。我今天呢，尽量的，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简单的讲一讲啊，也奉献给大家。我在讲到的不仅仅是佛家里面，不仅仅是密宗这一块，因为密宗这一块讲的男女在修行这一块讲的并不是够细。可是你翻开中医，翻开道家这修行这一块，尤其在这个南宋元朝这一块，有个人是王重阳的徒弟申不二啊，不是武侠小说申不二啊，我讲的是真实历史，是真实道家那一块，叫申不二，他是马钰的老婆。他修行之后，他有一本书总结了这一块，交织于密宗，我现在说保留下的佛家方面对女性就生命科学的修行这一块呢，比较更完善，更完善一些。为什么讲呢？我简单讲，跟女性跟男性不一样，女性重在于血啊，宣血的血，而男性重在于精啊，精气神的精。而男人呢，主要的命格呢在命门叫两肾，女人呢在两乳中间在上通，两乳左乳通心，右乳通肝，它修行是不一样的。女人什么时候修行跟男人一样呢？你必须要修到这个道家有一种专业的术语叫斩雌龙。你到了这个境界，你才能够跟男的一起那个修行的方法一样，要不然的话，你前面的修行你总是不行，因为这就是生理上的特点，就是说我们的老祖宗在生命科学上的一个体验或者人的一种贡献。你不懂得这个东西呢，你认为我还打坐，我练个呼吸，我还站桩，我还学中医，还扎针灸，还给别人搞点药。你爸爸北京有个叫叶曼女士，大家见到没有？对对对。